台中市长重新举行选举，原本定在11月26日投票的三合一选举，变成议员以及里长的二合一选举。选会甲议员候选人陈雅开协调会决定，25日照常在中山路喷水一环举行选前之夜的造势晚会。嘉义市长选举延期举办，但是议员合理长选举照常将在11月26日举办。选委会和议员候选人陈雅开协调会，决定25日阴暗将照常举办选前之夜。为市原先的规划，中山路会分作 A 区和 B 区，将会架设旗杆和计牌。民进北路以东、五峰北路以西会管制车辆进出，北边是民进党、台联党、台湾基进党和无党籍的候选人，南边则是国民党、台湾民众党和部分无党籍的候选人。游行的时间是阴暗的6点至10点。特别关注的是民进党西区议员候选人黄敏修，伊即届选伫咧南平，嘛成为 B 区唯一的绿营候选人。但是伊讲，这个市长候选人李俊也正来做阵，伊会搁再调整路线。另外，无党籍候选人戴宁，搁有颜色不分蓝绿支持性专区颜色田胜杰，即一届即是选伫咧中山路南平来做势。江宜市选举委员会强调，参加选前之夜各议员候选人上座两台宣传车，一律是六吨以下的小货车、大卡车或者是拖车拢禁止进入管制区，而且禁止放炮啊，禁止使用电子化机，搁有空拍机。警消会伫现场检查车辆，如果有发现违禁品，将会依法来处理。这一届选举有40名候选人要来抢23个议员席次，有24名候选人定额参加选前之夜造势活动的协调会。江宜市选委会将通知无出席协调会的候选人，征询是毋是有要来参加造势活动的意见。最新新闻，图丁书王秀山江宜市采访报道。在家吃喝玩乐，探索世界，您准备好了吗？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，深入嘉义，最在地的美食，最及时的新闻，最感动人心的故事，只要滑动手指，全部完整呈现。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！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， 一起加入我们吧！